的婚姻是双向奔赴，女人要赢得婚姻，一定要先赢得男人的尊重。那女人要怎么做，男人才会尊重你呢？第一个，女人要用自身的魅力赢得男人的主动，而不是向他索取尊重。其实在结婚之前，女人尽管什么都不做，男人还是会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，他会各种讨好，还会尊重你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女人有价值，你是有魅力的，男人对你有所求的，而且当他提出过分要求的时候，你是懂得拒绝的。但是在婚后啊，女人通常都会不懂得拒绝，男人也会觉得你就是他的私有物品，因此呢，女人就慢慢的不被尊重了。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等价的交换，如果你提供不了男人想要的东西，那他当然不会尊重你。第二个，女人的善良不要被男人当成了软肋。在婚姻中，有些女人因为心软，善良常常被男人利用。这些男人他在外人面前都不懂得尊重你，对你呼来喝去的，甚至轻易会碰触你的情感底线，因为他知道只要一使用糖衣炮弹，马上就能够把你哄好，所以这种男人不懂得尊重你。而女人也要明白，他对你短暂的认错啊，并不代表他往后啊就一定能够改过。所以女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善良放在有价值的人身上，而不是浪费在一个你自己虚构的好男人身上。第三个，女人要有赢得男人尊重的能力。这种能力当然包括你有独立生活和挣钱的能力，和解决问题、思考问题的能力。有些男人他不尊重女人啊，就是因为他已经认识了女人离开自己以后根本没法生活。那女人，如果你能够钱自己赚，然后遇到问题以后啊，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，并且能够顺利的解决各种问题，那男人他就不敢去轻易的招惹你，他只会去尊重你。都说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。女人想要赢得男人的尊重，首先一定要自尊自爱。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给我私信留言。好看。